这个是很久以前的经典的速王队嘛，打这个毒龙，毒龙。但是我要先想一下他的伤害，因为有点久没玩这个奇怪的队。我只知道他前面好像是，反正后来技能都会被封锁嘛，我觉得就直接手转过去吧。你好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看一下啊。音轨有点跑掉了，又来了，烦死了。等一下，建议我重连一下那个苹果录屏大师吗？好不好？因为他音轨跑掉了。好。好，应该是带走了。我等一下才要回家，晚上的车，因为我买不到车票，所以晚上再回去。这90%对这队来说完全没有烦恼啊。又延迟了，完了。奥丁打过有奥丁有啊，他就是开地狱级啊。安安，这边要做五颗哈，这边要做五全体，这边要做全体，哇，技能全被重置。好，我先认真打哈，等一下。这个版面有点烂，这版面真的很烂哎。没有新珠，等一下，给我一个新珠。没有新珠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靠北，没新珠，好像要重打了哎。给我天降新珠，太爽了！但是还是没有新珠了，看。又天降新珠，耶！太扯了，过了一次。地狱级是2月3号才会有第六主角，一次就拿到了哎。而且还天降2次新珠，真的，我真的运气很好哎。今天跟昨天，天降型玩家，这对你在王冠不能够卡星哦，因为你只能挡一下而已。